中报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觉得钱不错的小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欢迎不懂夜的黑。嗯，直播间还差一个火箭，嗯，解锁咱们铁皮火箭，嗯，解锁咱们斗鱼的一个飞机，嗯，同时直播间还差45张大办卡，今天办卡的基础任务没过完，嗯，差一个超火3个钻粉啊的超粉团任务。挑着吃了，可以挑着吃了。不知道今天我们家进过这个峰哥和专家叔叔会不会过来？11点半了。有的主播挣不到电费，哎，确实比较难，挣不到电费的，坚持不到3个月就会自己不做了。你要是做一件工作坚持不到电费啊，那个几天就不做了。嗯，啪叽打截掉对面拱兵当我的车，同时吃个中兵带手啊将军，对方进马百车刚好解掉啊。这时候局面下对方有炮打兵啊的棋，有拱兵将来进马弃这个马的棋啊，有这么两种变化。是啊，这种局面下黑棋有两手棋，第一个炮打兵打过去，红棋有两手棋退卧薪马或者飞象。对方也可以拱兵，拱兵或拱掉对方进马，弃掉这个他弃掉黑棋的马，然后准备炮打底象啊，将来进炮的方式攻击我方右翼啊，这有个弃马飞刀，看对面要走哪个棋了。嗯，那不正确的走法就比较多了。嗯，这个看根据对方的走棋，我们进行不同的应解办法了。谢谢我们家春华秋实大哥的办卡，直播间还差40多张办卡，我们把超凡团的基础任务过一过。谢谢我们家春华秋实大哥的66。啊，对方飞象这手棋啊，走的脱谱了，飞象这步棋脱谱了，怎么说呢？哎，这个棋我一摆车吃炮，他这个棋就有点被动了。哎，你看退炮就报废了这棋啊，退炮就报废了。怎么说？退炮这车炮无根，直接砍这炮啊！这个棋他要敢打车没了，对吧？啊，对方得怎么走？回马金枪啊！对方得回马金枪，当对方上了马进了马再往回退，这不报废了吗？荧光棒也甩光了。
走的有点慢，别着急啊，对面是个大爷，呵呵，我们家追随哥，欢迎勇哥。走得慢不要紧，每一次紧的是还走得臭，对面走得又臭，又慢啊！对面走得慢，但对面走得臭啊！隐形的翅膀怎么感觉怪怪的呢？给我们家老唐放一首洗衣歌吧，给我家老唐放一首洗衣歌，我们家老唐最喜欢听这首歌了。充电火箭帮助小获得一架章鱼大飞机，再次感谢我们家金冠小哥的火箭支持。再次感谢我们家金冠小哥的充电火箭。我们家金冠小哥过来了，今天帮笑笑过了很多任务。啊，对方的棋慢的离谱啊！哎呀，对方这个棋好慢呐，不是故意的吧？你说说，拖着不走是干啥？我都急的，你说一秒给他吃了，他也不吃干啥呢？对吧？对方要是不吃我，他也没好棋走。谢我们家霍尔哥的温暖门槛，欢迎沈大爷光临直播间，再次感谢我们家金冠小哥的冲天火箭。直播间还差十个飞机可以解锁斗鱼送的20连击大半卡，谢谢我们家金冠小哥的火箭支持。祝我们家金冠小哥心想事成，有求必应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我们家金冠小哥的支持。哎呀，对面这棋唠会儿嗑吧，要不唠会儿嗑怎么样？退马了，要不然太慢了啊，对面虽然走得慢，但对面走得臭啊，朋友们。嗯，虽然走得慢，但是走的是真臭啊，这棋啊，一个子儿过不了河，全线龟缩。啊，对方这个棋飞象这步棋开始脱谱，脱谱之后开始，啊，就开始已经很被动了。欢迎关尔，腾格尔总唱抖腿歌是吧？啊，这首歌是洗衣歌，洗衣歌是谁的原唱来着？这怎么没有？这。